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奇迹出现。我不敢保证我一定拿冠军，但是我一定让你开心。在听谁一声下令以后，才想起呼吸你的自由，从而学习习惯这种生活。不小心或是相信什么，其实你早已被决定过，依然受但是不愿接受。心愿从来只能沉默，为何不能就变成了执着点亮你的瞳孔。今天将团结顽强，诠释得淋漓尽致。